以及是故事主要。在场内如有发生任何问题，请及时步，请不要下车，牵手举高。场内教练会马上做救援动作。时间到会打出最后一圈的牌子，麻烦配合教练指示在终点线停着。我们做一定的收车动作。 本场所的车不是碰碰车，如果追撞造成装备损坏，这里将要求各位做一定的赔偿。
Wala mo picture nga to.